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上崇拜，那我非常的兴奋和开心，我们一起能够在线上一起来敬拜和荣耀我们主耶稣的名。如果你这时候在家里跟你的家人或同伴在一起，好吧，你跟你旁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荣耀耶稣的名，好吧。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低头祷告。 Amen， 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中，与他们在一起，让我们真实的体验到、经历到上帝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荣耀，经历到你的恩典。感谢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说 Amen Amen。 好吧，这时候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敬拜团，请我们的敬拜团一起来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Amen。Hello， 在线上观看的 EPCC 的家人们、朋友们，你们大家主日平安，来向我挥挥你们的手。 Amen。 我们很高兴啊，很喜乐啊，今天我们又在能够在线上来见面。我们感谢神啊，有这个科技，我们能够用科技来聚会啊。因着这个 CMCO， 今天我们在线上聚会，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们都会用线上的来聚会。 Amen。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凡事都要喜乐，因为圣经说凡事我们都要喜乐。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预备好了来敬拜我们的神了没有？ Hello， 预备好了没有？ Amen， 预备好了，我鼓励你现在我们站起来。好， Amen， 耶稣在我们当中， Amen， 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 Amen， 我们来拍手。向光荣宴会感想，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坡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风干都变为清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好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中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
艰难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再次，依靠艰难神，没有难成就的事。Amen。Amen。我们都知道。Amen。神给你恩典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Amen。Amen。在恩典的深处。重担都会变成轻省的，你们说 Amen 吗？ Amen。 所以今天在这时刻，弟兄姐妹们，在家在线上观看的家人们，我们学习的来仰望他。在这时刻，在你的客厅里面，在你的房间里面，或许你正吃着这早餐，我鼓励你，我们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我们来仰望关注你的。请我仰望你，我全然心靠你，赐我一想能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是的，仰望他，专注在他的身上。主，我仰望你，我全然心靠你，赐我一想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神掌权，从永
天到永远，哈利路亚。为着马来西亚，我们来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从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是的，为着EBCC，我们来唱哈利路亚。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哈利路亚，神掌权，从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再来，哈利路亚。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爱你。他是我们的盾牌，我的盾牌，我爱你。我们的磐石，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主。我们再来，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我们亲自对唱说：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主，我们再来一次。他要成为你的力量，我的力量，我爱你。他是你的盾牌，我的盾牌，我爱你。我们生命建立在这磐石上面，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主，哦，耶稣，我爱你，哦，耶稣，哦，耶稣。弟兄姐妹们，在这时刻你可以开始的来向他祷告，你可以开始的来唱新歌，你可以开始的来到他的面前。这时刻就是来仰望他。当音乐在继续的时候，我鼓励你来祷告，鼓励你来唱新歌，鼓励你来赞美他。耶稣，我爱你，我爱你，
主啊，相信此时此刻，主啊，你的同在充满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里面。主啊，不论他们在做什么，主啊，当他们今天，主啊，专注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平安要渗透他们。哦，主啊，你的喜乐要成为他们的力量。哦，主啊，这时刻，哦，主啊。使他们的信心在他们里面，主啊，被眺望起来。当他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今天你跟他们说，主啊，你是塑造我们的神。你跟我们说，你是塑造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哦，主啊，今天当我们在水中经过的时候，主啊，你必与我们同在，这是你的应许。主啊，当我们在渡过河中的时候，主，我们不会被河水来淹没。哦，主啊，当我们经过火的时候，我们必不被火来烧伤。主啊，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哦，主啊，在弟兄姐妹的每一个境况里面，主啊，告诉我们。哦，主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你必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神。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引导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是你永远在身边，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允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所依靠，
凡事全能战胜，我敬拜你，更深的来敬拜他。祝你永远与我永远，好你丰盛允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早上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有个那么美好的敬拜，感谢赞美耶稣， Amen。 那如果呢今天呢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线上崇拜的、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欢迎你。这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我们荧幕上有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让我们能够取得你的资料，我们将会尽快和你联系，我们非常的乐意和你保持连接，让你能够继续的参与我们的敬拜，让你能够继续的参与我们的团契。EPCC 的家人们跟弟兄姐妹，那接下来呢是我们报告的时间。那在这里呢，我有三项报告要让大家知道。那第一项报告呢，就是关于我们的祷告会。那来临的2月3号晚上，就是礼拜三晚上的8点，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线上祷告会。那我们的祷告呢，将用 Zoom 来进行。那你可以看见我们荧幕上面的 Zoom， 我可以看到上面的 ID， 你可以用上面的 ID 来进入我们的线上祷告。那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上帝，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连接，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保持刚强。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小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那我们的线上小组在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我们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线上小组，我们非常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那参加小组不是一种责任，参加小组是一种祝福。如果你参加小组的话，你会发现到荧幕上面的二维码，那你扫描的时候让我们取得资料，我们将和你联系，让你呢能够介绍你进入一个适合你的小组， Amen。 那最后一项报告呢，是我们的 COVID-19， 就是我们的新冠肺炎基金。那弟兄姐妹，在这段期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 MCO 2.0， 那很多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的生活都受到一点影响。那我们重新启动这个新冠肺炎救援基金，就是 COVID-19 Help。 那弟兄姐妹，那如果呢你有感动要奉献这项这个基金的话，你这时候你可以看见荧幕上面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奉献的资料，你可以用电子钱包，你可以用线上转账或者 ATM 转账的方式，你当然你可以用支票的方式来做奉献。
那如果呢你是为着这个新冠肺炎基金的奉献来做奉献的话，请你奉献之后呢，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拍照，然后把奉献的资料呢传真或者用这个电邮或者是用 WhatsApp 那传送到荧幕上面的这些电邮的号码跟这个 WhatsApp 的电话号码。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Isn't that video awesome? 那个视频是不是很棒？ The big ant eater could not destroy or eat up even one ant. 那个大只的蚂蚁狮子不能够吃掉吞掉一个蚂蚁。The power of unity. 这个就是团结的能力。Kept danger away. 就是把危险放到远远。Isn't that what God said in Psalm 133 also? 这个就是上帝跟我们说的，在诗篇133章。We are united. 当我们团结起来。It is there God commands His blessing. 就在那边，上帝宣告他的祝福。Can you imagine God is so attracted to unity? 你可以想象吗？上帝很被团结来吸引。That He cannot stop Him.But to bless where there is unity. 所以他就是看到有团结的时候，他就要祝福。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教会在新约的时候。In Acts chapter 2.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They were united. 他们真的是团结。And the persecution could not destroy them. People 不能够来打倒他们。Same like the ant eater could not eat even in one ant. 好像那个蚂蚁的狮子不能够吞进来一个蚂蚁。How is it?That the unity that they had was so special in those days. So, 为什么他们的那个团结的心那么的特别呢？ The way they gathered and worshiped together. 因为他们的集合在一起的方法。That gathering is what kept their unity strong. 当他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使到他们团结，使到他们刚强。And that's why the Bible encourages us to meet.And to gather together. So, 圣经就跟我们讲，我们一定要每次集合在一起。That was the secret of their unity. 这个就是他们团结里面的秘密。Now, they met in the temple. So, 他们就是在temple 里面 meet. But they also met in small group, home or house to house. 他们也是在家里里面集合。That is their secret. 那个就是他们的秘密了。The big gathering is actually very attractional. 大的聚会真的是能够吸引。But the small house gathering is very missional. 但是小组的吸引真的是他有他自己的目的。It gives them purpose. 给他们目的。It gives them projects. 给他们不一样的计划。They were able to touch lives. 他们能够去触摸生命。But when they met in a big group. 但是当他们集合在一个大的聚会的时候。They were able to attract more people. 他们就能够吸引多一点的人。And they were able to make statement about their faith. 他们就能够宣告他们的信心。But when they met in small group.但是在小组的时刻 They change lives. 他们就改变生命了 Their lives are changed.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This is the secret of their unity. 这个就是他们团结的秘密 And I want to see that happen in EPCC. 我真的是要看到这发现在EPCC. And I want to see that in our Mandarin Church. 我也是要看到这个在我们的华文教会里面 As your pastor, 问为你的主任牧师 This is my greatest prayer for you always. 这个是我的祷告 That you will be strong. 你会刚强And the best place to be strong. 最好的地方你能够刚强的 is that we are united. 就是当你合一团结的时候 And the best place to be united. 在最好的地方团结的时候 is in our gathering. 就是在我们集合的时间 We are gathering in big group. 我们能够集合大群的集合 But we cannot neglect the gathering in small group.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要在小组里面集合也是。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find a small group. 所以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小组。Will you find a small group? 你会不会去寻找一个小组呢？ We need one another. 我们需要对方。
The world we are living is very challenging. 这个世界我们活着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很乱。We cannot live alone. 我们不能够活一个人。We need one another. 我们需要对方。Please find a small group quickly. 所以我们快快来找一个小组。And get connected. 所以你们能够跟他们联系。So that we can be strong. 所以我们能够刚强起来。Nothing can stop us.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我们。God bless you. 上帝祝福你们。Thank you. 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这时候又是来到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敬拜的一种的方式，奉献是让我们向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在我们EPCC， 你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做奉献。首先，你可以用 Touch and Go 的方式来奉献，你也可以在线上或者 ATM 来做转账的方式来奉献，当然你也可以用支票的方式来奉献。那所有这些奉献的方式，你可以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那这时候呢，如果你预备好了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低头祷告。祷告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荧幕上面会继续有电子钱包 Touch and Go 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奉献。那我们现在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从你领受了极大的恩典。主啊，你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让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主，我们今天要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来奉献给你，愿这些奉献主都能够用在扩展上帝你的事工上面。我们也相信上帝你接纳我们的奉献，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 Amen。大家主内平安，我是威廉弟兄。三年前我已经做过心脏手术，我在这二十年前已经开始吃药物，在疫情这个 MCO 期间进来都不方便出外，而我的鼻子也有敏感的症状。我在几个星期前我就有呼吸困难的问题，其实在早两个月的时候，其实阿美尼也已经给我鼓励，然后去给你诊断一下。我就因为不方便出入的关系，我就在家里祷告，我心里还蛮觉得平安，因为我知道主跟我一直都同在。但是好几晚的呼吸很困难的时候，最终喉咙就生了很多痰。我们就决定去班带这个找 ENT 跟心脏医生。一路上我当然是觉得很紧张，但是我就是靠主，我说给我力量，给我一个很平安的心，但我觉得神都一直跟我同在。当我看了医生，医生说我的胃都有一些损伤的问题，因为经过一段的药物，所以他就跟我换了一些药品，所以我的身体就好转了。然后我要在这里很感谢弟兄姐妹的关心问候跟祝福，还有在这 MCO 里神也不会忘记祝福我一些生意，那么我就能够在网上提供一些训练的服务，我能够也有机会同时在online 看教会的崇拜，也有这样的经济，然后能够奉献我们的 Vision Fund。 我相信主一直都是很爱我们，我要感谢跟他的照顾跟他的教导。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时常都有关心鼓励，哈利路亚，我一切都要荣耀上帝的名，他是我们真正爱我们的主。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荣幸，能够继续在一起来听上帝的话语，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 Amen。 你知道吗，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粮食，因为是我们生命的里面的粮食，我们一起来打开我们的心，一起来去听上帝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 Amen。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粮食，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力量，你的话语能够使到我们刚强起来。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去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不要听到人的声音，但是我们要听到我们的阿爸天父要跟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能够领受到新的启示。所以主恩膏这个时间，恩膏我们的耳朵，恩膏我们的心，恩膏我的嘴巴，所以我们能够一起听你的话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每个人说 Amen, Amen, Amen。 So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我们的series 就是 Strong Leaning on Grace， 就是我们要刚强，我们依靠恩典。所以在今天我所要讲的道就是关于雅各的生命。雅各的生命，雅各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认识他的，他是一位就是很想很喜欢偷别人的祝福，拿别人的祝福。他每一次当人家讲到雅各的时候，就是想说哈，他就是那个欺骗祝福的一个人。他欺骗了谁的祝福呢？他就欺骗了他的大哥的长子的祝福，他也是欺骗了他大哥的名分当他的爸爸又老眼睛又看不到的时候，他也是带了那个海卫来到他爸爸的面前，跟爸爸讲说，爸爸，这个是那个海卫，这个我就是雅各，你来祝福我，你吃了过后你来祝福我。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alright， 雅各真的是活到他的他爸爸妈妈所取的那个名字 alright， 就是因为雅各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deceitful， OK， 就是那个整天欺骗，整天欺骗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是发觉到说，当他抢走了、夺取了他的大哥的长子的祝福过后，他的大哥真的是很生气，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杀掉我的这个小弟弟。 Alright， so 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来到一个状况，他必须要逃走，他必须要逃亡。在这边有每个人，有哪里一个人经过这个逃亡的经过吗？可能我们不是在我们的肉体上还是 physical 的逃亡，但是很多时候啊，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思想就讲说，我可以从这个问题跑出来吗？我可以不要面对现实吗？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来追逐祝福吗？来解决这个问题吗？雅各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次就是这样子，用着自己的能力，用着自己的聪明智慧，用着他自己的欺骗的那种的思想来得到祝福。但是他发觉到了，当他来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方法是不能够来到给他降多的祝福的。因为他的方法现在使他掉进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逃亡的状况。他需要离开他的家，他需要离开他的父母亲，去到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不认识的拉板叔叔，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要抢走、欺骗他大哥的那个祝福。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在这个破碎的情况里面，雅各怎样继续刚强起来呢？
可能我们在这边有一些有精神上的一些的压力，可能在你们的精神上里面，你们发觉到，嘿，我真的是很多时候很多担忧，很多走不出来的一些的问题。我跟今天早上我真的是感觉到很软弱，我今天是感觉到很好像没有盼望，没有力量，我已经来到一个绝路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跟你们说，你是有盼望的，你是能够刚强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会学习怎样依靠恩典来刚强起来。我们一起来讲，依靠恩典刚强起来。再来一次，依靠恩典刚强起来。恩典是谁呢？我们每次就讲说，恩典不是一个东西，还是一个教导，但是恩典是耶稣基督本身。OK， 来，我们一起来打开创世纪第28章。OK， 第28章第十到十九节，但是我们先来看第十到十二节。创世纪28章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所以你发现到在这个时刻的时候，雅各是在什么状况里面呢？他是在一个精神上跟身体上的破碎的状况。 OK，精神上跟身体上的破碎的状况，怎样讲呢？他就是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 battle 的时候，他来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在睡觉的时候，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他又是孤单的一个人，枕头也没有，他也没有想到要进入那个伯德里去去一个店，去一个 motel 去住，没有哦，他就是在那个时刻什么都没有，亲戚也没有，妈妈也没有，弟兄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在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可能在那个时刻在想到什么呢？他会不会是想到感觉到很内疚？内疚为什么？因为他夺取了他的哥哥的长子的祝福。他会不会感到很内疚？因为在那一个时刻，他来到一个地方，他就是欺骗了他自己的爸爸，他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要得到祝福。他可能在那个时刻就想到，嘿，我每一次在家里就是在煮饭的，从来不像他的哥哥出去外面打猎，懂得在外面怎样生活，懂得在外面怎样的street smart 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刻，当他孤单的时候，当他破碎的时候，当他以为他来到他生命里面最绝望的时刻，他以为已经是最后了，上帝给他了一个梦。上帝给了他一个梦，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第十到十二讲，十二节就跟我们说到，上帝托了一个梦，所以他可以跟雅各有一个相遇。在这个梦里面，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一个棋子。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刚强起来？当我们在一个破碎的状况，身体上精神上破碎的状况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一个绝路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刚强起来？我们一起来学。第一， OK， 看见耶稣为你的棋子。OK， 你的梯子 ，OK， 看见耶稣为你的梯子 ，OK， 还是 Open Heaven， 英文我们就讲 Open Heaven。OK，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当雅各在他的破碎的状况的时候，耶稣上帝托了一个梦，那个梦就是给他看到一个梯子，那个梯子是从地上到天堂，他也是看到那个天使上下那个梯子。到底这个梦里面，上帝到底要跟他讲什么呢？你们要记得，在这样子的状况
里面，你们要记得雅各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哦，他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上帝在那个时刻，在他破碎的时光的时候，是他的爸爸以撒的上帝。我们怎样知道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27章第20节说到雅各跟他爸爸讲说，爸爸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上帝，你的耶和华帮助我很快的能够打猎得到我，所以我能够准备这个美味给你吃。所以在那个时刻他破碎的情况的时候，虽然上帝不是他个人本身的上帝，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好消息就是上帝还是继续的要跟雅各有一个关系，他继续的来寻找着雅各。我的朋友们，这个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上帝来寻找我们人，上帝来帮助我们体会到他的爱，他来怎样的接受我们，这个就是恩典。所以在这个梦里面，上帝就是要跟雅各讲，虽然你在一个破碎的状况里面，虽然你现在已经觉得你已经在绝路了，但是我要跟你知道说，你的爸爸的上帝现在不要变成你爸爸的上帝，但是他要变成你个人的上帝。 Amen。 他就是要用他的恩典来寻找雅各。就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也是发觉到说，在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刚强。你知道吗，我们人类不管我们是几完美的话，我们也寻找不到上帝，我们也不能够跟上帝有一个联系。可能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在我们破碎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得到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上帝需要来寻找我们，当上帝先打了那个第一步来寻找我们的时候，那个就是恩典。 OK， 所以只有上帝能够寻找我们。所以当我讲到我们讲到说，嘿，上帝就是我们的 open heaven， 上帝就是我们的梯子。从这样子的观念里面，从这样子的point 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刚强起来呢？我们怎样能够从我们的破碎的情况里面感觉到刚强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帝没有离去过我们，上帝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开一边。虽然我们破碎的时刻，但是上帝说，我要跟你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在这边。虽然你以为在破碎当中，当你已经来到绝路的时候，你以为上帝会离去你，你一孤单的一个人，你以为没有人能够帮到你的时刻，上帝讲说，嘿，我是你的上帝，我要给你一个意象，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我要给你知道说，我是你的恩典，我是你的 open heaven。 所以对雅各来讲，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个梯子的时候，对他来讲那个意义是什么？那个意义就是他现在有这个希望能够跟上帝联合，他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因为有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就是来变成一个 bridge from 那个地上到那个天堂。所以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在新约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这个梯子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7到51节。 OK， 约翰福音第一章47到5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找到了，看到了 Nathaniel， OK， 看到了 Nathaniel， 他去跟 Nathaniel 讲 ，Nathaniel， 你是一个纯纯的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当耶稣跟 Nathaniel 讲这句话，你是一个纯纯的以色列人，就是在那个时刻，那个纯的那个字，就是说他没有欺骗一个状态，他没有一种欺骗的心态。当 Nathaniel 看到耶稣的时候，没有见过的耶稣，他想，你怎样知道我是这样子的人？你怎样知道我，你怎样认识我？虽然你不啊，还第一次看到我呢。说上帝啊，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跟 Nathaniel 讲了这句话。你知道吗？你会看到一件更大的事。那个更大的事就是你会看到啊，天打开起来，你也是会看到神的儿子。OK， 神的儿子上去下来 ，OK， 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耶稣是要跟 Nathaniel， 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耶稣是我们的 Open Heaven， 耶稣是我们的梯子，耶稣就是因为他的恩典，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的我们的罪拿在他的身体里面，身体上面，所以他得胜了死亡，得胜了。破碎的心，他得胜了每一个罪，所以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面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当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破碎的时刻，你不是一个人的。当你在经过你的绝望的时刻，你觉得你很绝望，你觉得你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你的困扰那些，你不是一个人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随时随地都能够跟上帝联系，这个就是恩典。因为在你破碎的时候，在你绝望的时候，上帝在寻找着你。 Amen， 上帝在寻找着你。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家里，你感觉到我的事业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我的婚姻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我的孩子我也是一些的问题，我不懂要怎样做，你发觉到说好像全部东西，你四周围的全部东西，你很在意的东西，全部都是感觉上好像都是有问题，好像没有感觉到不到突破，没有突破，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要跟你们说，不要失去盼望。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你的梯子，耶稣是你的 open heaven， 就是当你来到你绝望的时候，当你来到那个时刻，就是你没有力量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状况。怎样讲呢？很简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是讲说，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已经离弃了我。但是我也要跟你讲，在诗篇34:18，耶和华跟我们讲说，当我们伤心的时候，you know， 当我们脆弱的时候，上帝就要来靠近我们啊。上帝就要来靠近我们。所以当你在破碎的状况里面，你知道吗？耶稣要来靠近你们，因为他是你的 open heaven， 他是你的梯子。不只是雅各书4:6，也是跟我们说到，上帝会把他的恩典给那些谦卑心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人就是这样，每一次我们人的习惯就是这样，我们来要我们需要来到我们全部都没有了，来到一个破碎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才会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变成我们的梯子，让耶稣来帮助我们，才会坐下来，才
才要听，上帝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上帝我在这个状况里面我应该怎样。但是你知道吗，上帝不只是要给你一个办法，他不只是要给你一个 solution， 但是他要跟你讲说，我要亲近你呀，这个是恩典，我在寻找着你呀。你能当你很懒乱的时候，我在寻找着你，当你破碎的时候，我在寻找着你，我不只是会给你一个 solution， 但是我会与你同在。这个是雅各所领受到，所领受的那个 revelation， 在他的那个破碎的时刻的时候，他哪里都不能够跑，他哪里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耶和华没有放弃他。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说，你的破碎的状况对你来讲可能是最后的一条路，可能是最后的 the end， 但是我要跟你讲，在耶稣的眼里不是 the end， 是 the beginning， 因为你能够在这个时刻体会到他的 generosity， 在他的恩典里面触摸你的生命。我们继续来看 ，OK， 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破碎的时刻刚强起来呢？我们要学习看着耶稣，好像是我们的梯子，看着耶稣为我们的梯子，看着耶稣为我们的 open heaven。第二，我最后的一个point， 在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看耶稣为我们的门。OK， 我们看耶稣为我们的门，我一起来看创世纪28章第16到18节，创世纪第28章第16到18节， OK， 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Amen， 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对雅各在那个时刻的时候，因为他给了雅各看到那个梦，看到那个梯子，当雅各领受到上帝，领受到上帝是要来寻找他，要变成他的 connection 的时候，他来到一个 realization， 他发现到说，哎，这个地方，这个 better， 这个伯特利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上帝的家是在这边，因为我在这边看到上帝是我天堂的门。在雅各破碎的状况中，他真的是感觉到他的安全感 ，OK， 他的安全感动摇了。在他破碎的状况里，他也是发觉到他对自己的那个能力的信心也是已经动摇了。他最大的支持的，他最大的 pillar of support 也是已经不在了。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来到一个地步，当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已经摇动了，我们对自己的方法也已经摇动了的时刻，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做什么呢？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耶稣为我们的门。当我们讲说耶稣是我们的门，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OK，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Alright， 在这个经文里面，圣经跟我们讲说，耶稣说他是门。你知道吗？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当牧者把他的牧羊带去外面的地方的时候 ，OK， 他需要来到一个地步，当他做的那个sheep pen， 在那个 sheep pen 里面只有一个门
OK， 只有一个门，只有一个 entrance。那个 entrance 的时候，到底是谁？就是那个牧者哦。你会看在那个荧幕上，现在那个picture， 你会看到在那个荧幕上，就是牧者就会自己本身坐着 ，OK， 在那个门那边，所以他的绵羊可以经过他来进去那个 sheepfold。OK， 经过他来进去那个sheep pen。所以其实，牧者自己本身就是那个门，牧者自己本身就是那个门。但雅各看到、领受到那个启示，说到：“嘿 ，you know， 上帝是他天堂的门的时刻，你知道吗？”其实他领受到的启示就是：当上帝、当耶稣做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保护。为什么？因为一个牧者，当他在变成那个sheep pen 的那个门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个门。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的绵羊被保护。外面的那个狼需要经过他才能够进入那个 sheep pen。当我们讲到耶稣是我们的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讲到：嘿，当你经过你破碎的状况里面，当你在你破碎的状况里面，可能很多时候你感觉到，哎，你的安全感已经被拿走了，你的安全感已经被动摇了。有时候感觉到，好，我做这个也不是，我站起来也不是，我要找这个办法也不是，真的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可能也是感觉到很害怕，也是可能感觉到我对自己的那个 ability 已经失去了信心，好像雅各这样，就是在他失去信心、没有安全感的时刻，他孤单的一个人，在他破碎的状况，上帝给他看到：我是天堂的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说：他是我们的门，他是你的门，他是我的门。就是当你感觉到无助的时候，当你感觉到你生命里面的那个安全感没有的时候，不用害怕，你要进入你的门，进入你的门。你的门是谁？就是你的牧者。你的门是谁？就是耶稣。这个就是恩典。当我们破碎的时候，在破碎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永远对自己的那个信心拿不回了。但是上帝跟我们讲说，当你把你的安全感，当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耶稣基督上面，你的门上面，你的天堂的门上面，你会慢慢的发觉到说，你能够依靠他的恩典，依靠他的力量来刚强起来，来突破起来。所以我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刻，家里面就真的是很多门嘛。OK， 所以家里在那个时刻就爸爸妈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只有他们的房间有电视机。OK， 只有他们的房间有电视机，因为他不要我们当爸爸妈妈没有在的时候，不要我们去偷偷看电视机，连没有读书啊，没有做功课。所以我还记得每一次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他就会把他们的房间的门锁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够进去那个房间。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的大哥哈，我的大哥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人，也是他也是一个很多方法的人，很多 idea 的人。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讲，弟兄姐妹，他就跟我们兄弟姐妹讲：你们要看电视机是吗？我知道你们要看电视机，来大哥去看怎样能够进去那个房间。我们想说，但是只有一个门，那个房间只有一个门，爸爸妈妈已经把那个门锁住了，你怎样能够进去呢？所以哥哥就做了这个办法。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拿了一个提子，
家里的一梯子，他爬起来，有一个窗口，有可以一个 cupboard， 所以那个 cupboard 当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橱的门能够使到他能够跳下去，打开那个房间的门，给我们每个人进去看电视机。为什么我会拿这个例子来跟你们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哇，这个门关了，我去找另外一个门，那个门关了，我去找另外一个门，那个门关了，我去找另外一个门，找到，我发觉到什么门全部都关到了，使到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安全感，使到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这个 confidence 在我们自己的时候，来到一个没有力量的时候，来到一个已经破碎的状况，在那个时刻我们才会寻找耶稣，但是我们忘记了恩典跟我们说到耶稣是我们的门，耶稣是在寻找我们的。所以当你来到一个破碎 的时刻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你的开始。为什么？你才发觉到说，哇，原来耶稣是我生命的唯一一个门。不管是在我的家庭里面问题的那个门，还是我事业里面的突破，耶稣是你的唯一的门。还是在你的问题，你的精神上压力医治，你需要得到的突破的医治，耶稣是那个门。还是很多时候你发觉到说，哎，我没有安全感，耶稣是你的门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刻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的破碎的状况里面得到我们需要的刚强，好像雅各这样子。雅各学习了，领受了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上帝耶和华是他的梯子，是他的 open heaven。 当你在破碎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上帝还是在寻找着你，上帝没有放弃你。因为上帝没有放弃你，你今天不能够放弃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在你绝路的时刻，在你在内疚的时刻，在你很多 regrets 的时刻，上帝说，我在寻找着你，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来给你体会到我是你的刚强，我是你的 open heaven。 第二，雅各是领受到那个启示，使到他能够刚强起来的那个启示是什么？上帝耶和华是他天堂的那个唯一一个门。今天耶稣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说，他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唯一一个门。当你进入那个门的时候，你一定会得着平安。当你进入耶稣的那个门的时候，你一定会得着力量。当你进入耶稣那个门的时候，你一定会体会到上帝的他的那个怜悯，上帝的他的爱，他你会找到 green pastures。 在那个时刻，在你的破碎的时刻，这个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在我生命里面。我可以不可以邀请大家来站起来，在这个时刻，因为当我在准备这个讯息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到，嘿，有一些人当他们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破碎的状况里面，他们一直听到很多 condemnation 的思想，因为他们在活在他们的那个regrets 里面。你感觉到你很 stuck 在那个时刻，你感觉到你做了一些的以前的一些的decision， 做错了一些 decision， 因为那个错的那个 decision 使到你今天在这个破碎状况。但这个破碎状况不只是在你的身体上的破碎，但是在你的精神上，使到你给你很多的压力。上帝今天说，他要在你的破碎的时刻成为你的 open heaven。 他要你在你的破碎这个时刻
把你从你的 regret 带出来，把你带出来，把你经过这个 regrets， 把你走出来这个 regrets， 所以你能够知道，在这个时刻，你只能够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走，一步一步的走，来一步一步的走，走走走，因为你能够看到你的牧者是你唯一的一个门。当你进入那个门的时候，你会来到一个很大的 spacious place， 在那个 spacious place， 你能够体会到你需要的医治，体会到你需要的安全感，体会到上帝怎样的给你刚强起来。如果你是今天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要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所以我能够为你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刻，我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祈祷，来祷告。Especially 那些在活在一些的 regrets 当中，那个 regrets 使到他们来到一个破碎的状况。我祷告上帝，他们在今天的时刻，他们不会绝望，他们不会感觉到在这个破碎的当中就是他们的结路，但是在这个破碎的当中，其实是一个新的打开上帝的门，上帝的天堂，因为上帝要给他们体会到你的恩典。说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邀请你来触摸他们的心，我们邀请你来跟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刻，他们也是能够体会到你的医治的能力，在他们的精神上的那种的压力，还有他们的心里面的那种的绝望，把那个绝望跟那个精神上的压力的注意力转回去耶稣，转回去耶稣，所以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刻，耶稣你还是在寻找着他们，你还是要把你的 generous 的恩典泼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他们知道他能够刚强起来。说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祷告你的祝福，我们要祷告你的恩典，我们要祷告你们的刚强，所以我们 EP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个时刻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主耶稣基督来刚强起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每个人说 Amen Amen Amen, Amen。